请证人安理发言。我今日出庭是作为证人，协助法庭查明真相。田天心他自证我重婚罪，但是凭他单方面交出的一份结婚证，就明显是不够充分。除非钱天心愿意提供他中国丈夫刘一的全部具体身份信息。我方的办案人员已经搜集到了关于刘一的全部资料，他的婚姻证据确确实实的就在法官面前。中国公安第一时间搜集了关于刘一的指纹，刘一的合法妻子也同意提供证言。我作为中国检察官，直面真相，维护司法正义是我的原则。安理小姐，你到底还想认识什么招？你尽管能使出来行吗？我的证言到此为止，有利于法庭审查全案事实，我申请离庭。